位是咱们可可的小姨啊，欢迎咱们新球，欢迎我们小张。要知道他的我的那不都是大家的吗？是不是？还有妖孽哥，我黄板叫了没有啊？妖孽哥有咱们家黄板是吧？这是在主频道妖孽哥，咱们现在早上档赶上主频道了啊。妖孽哥没来过是吧？来，妖孽哥，我先给你上个马甲，可能是没来过啊。九家家，欢迎我们的星球。这真努力啊，妖孽哥，那妹子儿，就这么努力，都让人给搜到第七名了啊！现在我都不敢让咱们大伙看这个总票数。来，接下来兄弟们还有400秒的时间，咱们这样整咱们两个妹子一把啊！欢迎咱们九奶。大家兄弟们能够跟上我们小人节奏的，咱们上点这个个人票啊，小个人票啥的，咱们一起往上上一上，在这一块块来。啦啦啦啦！不是，我还在被窝里，你俩跳开了，我们现在也想进被窝。我跟你说，等着年都过完，啥事都不干，在家里好好睡他的一天一夜。来，欢迎泽轩啊，感谢咱们莫影，来欢迎咱们胡来。咱们冷夜，欢迎咱们吴哥，欢迎咱们迪拜啊！没事，妮子，我跟你说，别跟那些小黑粉较啥劲的，对不对？跟那些小黑粉你咋较啥劲？来，欢迎我们新年，欢迎咱们家子！啦啦啦啦啦！陈秋的心已不再被。把他给踢出去，我跟你说咱们踢他干啥，咱们不能踢他，知道不？这是把他进门凳就行了。我跟你说，刚刚的那位老铁可能现在都跟急的跟一条狗一样，在电脑前边他转圈，你知道不？他打不出字儿来，是不是？他越着急他越打不出字儿来，你说他得多憋屈。以后我跟你说兄弟啊，如果你在我说再这样，我说再这样，这里的黄本多少钱？哎呀，我疯了！咱们这里的黄本是2000，不对，1500年度啊，年度期间咱们1500啊。来，感谢我们维嘉，感谢我们小姨啊，欢迎咱们梦一国。我没见过暴脾气，感谢我们小姨，哎，小姨，欢迎我落叶知秋哥。感谢我小姨啊，兄弟来咱们抱拳，表情多多，感谢咱们小姨。来，感谢来自我们的小凤凤。其实我也有一个小姨啊，我也有一个小姨，比我大一岁，比我大一年零仨月。啦啦啦啦啦，不怎么懂歪歪，小姨不会玩是吧？没事啊。咱们小姨吃没事的时候，在咱们在的时候，小姨你也在也行啊。风满天，这是说说笑笑闹着玩的，别介意啊，妮子。来，欢迎我们的佛爷，欢迎咱们2893，欢迎咱们佛爷啊。没有小姨，我教你啊，所以没事，所以或许你对这个弯弯不太精通，但是这儿有我吗？不是，还有你这个大外甥。这还个大外甥呢，来欢迎咱们雷剑啊！是不是你一我一，那不都一样三一吗？对不对？来欢迎我们雷剑，在这一些兄弟们，有没有咱们接下来哪位大哥跟上我小姨的节奏？咱们整两个当棍。